他们在身边，一天天的忙忙活活的，这日子也就过去了。爸，不提这事儿了啊，不提了。我妈身体都挺好的。好着呢。我妹呢？也好着呢。哎，石红啊。 吃了，我去叫娃们。哎呀，别叫他们，这是给你的。妈，我不吃，你快把它放下来。我不吃，这就是给你吃的。来，来来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吃啊。来，石红，吃吧。妈，你吃。哎呦，你别看妈老锁着那柜子，那里边的东西。 妈能吃几口？哼，吃吧，啊，来，吃吧。哎，妈这一辈子没享过福。那年闹饥荒，你爸一撒手，撇下我们娘四个，先走了。 妈就带着这三个娃熬日子，熬呀熬呀，熬的娃们也长大了，长安也出息了，本想着这日子啊，总算熬到头了。 这心疼，这劲儿还没缓过来，长泉儿是有出事儿，妈这想一头扎进那河里死了算了，妈放不下。
妈放不下这些娃，还没有看到娃们长大成人的那一天，也不知道妈能不能熬到那一天。妈，你千万不敢胡说了啊！不说。世宏啊，你跟妈那会儿不一样啊，你还年轻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你要是想走，就往前走一步。妈，你走，妈不怪你。 是不是嫌弃你？那你以后不能说这种话。妈，不说了，不说了啊！妈，自打长安把我娶回咱家，那是救了世宏一条命。妈。 说说，不让你来，你非得来。嗨，这不是大家伙都秋收呢吗？也没人卖药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过来帮把手呗。你别说啊，好长时间不干这活了，这手啊还真有点生。哼，你要累了就歇着吧，那儿有水。不累。哎，你看，哎，还顾上人了。 谁呀？你见过雇人有这么卖力的吗？哎，你俩说啥呢？哎，问啥呢？你看呗。
我啊。加油，你哥叫你自己播吧。郎中啊，哎呀，笑得挺美啊。哎哎，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。你咋来了？干这活你怎么叫我？我干这活在行啊！来来来，我来我来，你歇着，歇着歇着，我干这活在行啊。哎，你咋来了？我还想问你咋来了？你说你个郎中，你不好好弄药的事，你上这儿刨什么地？你能干这活吗？不，大家伙都秋收呢嘛，我也收不上药来。哦，哎，反倒是你啊，你可是大忙人，整天有人找你，这办酒席找不着你怎么办、啊？啥意思？撵我走啊？我走不了，我那有徒弟帮着呢。再说了，我这做饭的大不了让人饿个肚子。你说你个郎中救死扶伤可是大事，那病人有个好歹可不行。回去吧，回去，这活不是你干的，别再累坏。我跟你说实话啊，我要早知道你来，我还真就不来了。不是，既然你来了，我看看你刀法。我这刀法根本用不上。走吧，走吧，回去吧啊！我都来了，那这么着，咱俩各干各的。好吧，各干各的，别把脚刨着啊！啊，这活你能干吗？真是的。志宏啊，下回这事你叫我就行了啊！你看病的上这儿来干啥来？这两天咋没看见焕焕人呢？哎呀，自打收地就没见焕焕的影。哎，你说这家里没有个爷们儿也挺好的啊。地里的活儿，真的抢着有人跟你干。你说杨世宏真厉害，一下弄俩男人帮着干活。哎，你说怪不怪？你说他自己脸面他不要了吧？你说家里大大小小的都来了，这他妈正当乡亲们看着呢。你说乡亲们他咋说呢？你说，哎呦，行了行了，来听着，先别说了。你看，马上就出事儿了。你看，哎，你给我走。别在我家地待着！这是咋回事？这是不是帮你收地呢吗？你欺负家没男人是吧？啊，走！啥意思？滚走！一个胳膊要把这活干了，你走了，走走走走，全家！走走走，你冷静点吧！一个胳膊都把活干了，走！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瞧瞧，你看，哎呀，你咋的？你行了，你行了，你再别说了，这都是你的事儿。全家，走！全家，这干啥呀？啊，走啊！走，走啊，走！长泉，嫂子，没听见别人说啥呀？耳聋啊！长泉，一个人能干。长泉。还干啥呢？走吧。这回想帮都不能帮了。你说你要不来就好了。我还说你不来正好呢。你来干啥啊？你来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赶紧走吧啊！你走你的呗，我又不跟你同路。你走吧。我请你喝顿酒去。我让你见识见识我唐一刀的手艺。走吧。
长啥样。这好好的，你们别犯病啊！尝尝你这手艺啊！哎，来这个。王仲啊，哎，咱哥俩今天都说说心里话啊。嗯。我唐一刀啊，虽说在周围也不是什么响当当的人物啊，但是你打听打听我啥样人，谁心里都知道。这有个事儿我心里不明白。你说你个郎中，你连个家都没有，你哪儿比我好啊？你哪儿比我强？你这整天风风火火的，我呢，这四处奔波，到处收药，我哪点也不比你强啊？揣着明白装糊涂不是？世红他觉得你比我强啊？谁说的呀？他觉得你没有我好啊？这都是谁说的呀？那他为啥家里收地？啊？他叫你，他不叫我。啊，最后不是我也让他给轰出来了吗？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咱俩喝酒就说掏心窝的话，那能一样吗？那不一样啊！不是，咋会不一样？他为啥叫你，他不叫我？你说，你让我说啥呀？我说，你就说你是咋对他的。你小子是不是给他灌啥迷魂汤了？灌啥迷魂汤啊？得喝酒啊！来，把酒喝了，我跟你说。嗯，怎么说呢？我呢，打既然世红。那第一次起，我就觉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，我好像我早就认识了。我这整天走南闯北的，也没什么人跟我说话，所以我呢，就愿意把我这心里话跟他说说。后来我发现啊，世红愿意把心里话跟我说。你说啊，完了，就那么简单。其实有时候吧，这谁对谁好，谁跟谁怎么样，就这么简单。郎中，我跟你说呀，我唐一刀这性格你不知道，我像阵风似的。我今天这么对世红好，我看得上的，明天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啥样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呀，世红对你好，你心里也知道啊，我就把他当个。亲人啊，妹妹，你好好对人家，这个女人不容易啊。我跟你说，我唐一刀这名字不是白叫的，你真好好对，明白我啥意思啊？啥也不用说了，我全明白啊。这杯酒啊，我替世红敬。挺远啊，是，这人辛苦你了啊，没事没事，辛苦，就这一院，啊，哦，世红，世红，哎，婶子，哎，世红呢？哟，哎呦，这谁呀？啊，这是从城里来的，帮助咱们的郭律师，长城的事儿啊，有盼了。哎呀，快坐快坐，哎，
您坐，辛苦了，不客气。拿来，拿来，哎，搁兜里，哎，拿一个。这孩子真乖哈，吃糖。世红呢？哦，今儿一大早去给人做零活去了。你们稍等会儿，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啊。你说这孩子真有规矩。想见我大娘。别吃了，记住，以后不能再让吴郎中的糖了，听见没有？你好好长记性。吴郎中以后给人糖都不能再吃了。再见，我就把你关到黑屋子里去。我给你关到屋里去。对，我认了。走。来，喝水。这柿子甜吗？甜，好吃。妈，哟，世红回来了啊！哎，回来了啊，在呢，在呢，啊，这是哦，这是那个叫啥律师来着？这是从城里来帮助咱们的郭律师。哎呀，真是谢谢你了啊！这大老远的，你怎么还跑过来了呢？啊，您别客气啊，这不是马上就要开庭了吗？啊，有一些注意事项，我得跟你们说明白。哦哦，有一些细节，咱们还得沟通沟通。啊啊啊！到时候开庭，长全还得出庭呢。行啊行啊，没问题。啊，哎呀，你看看，妈，这法治社会多好啊！对，你说要不然咱们农民打个官司，那不是就是个梦吗？而且还是个没影的梦。是是啊，你也别谢我，咱们这农村法律意识淡薄。咱哪知道这进城打了工还要签合同，是不是？是，这还是咱们这个法律宣传的力度不够啊。啊，通过。这次官司，我们也在想，等回去，我找几个同行，有计划的到咱们这儿农村给大家普及一下法律。行啊，我第一个站出来欢迎。你不是现在已经懂了很多法律知识吗？以后啊，你把你知道的给大家说一说。哎呀，别以后了，现在我就开始宣传，是吧，妈？对对对，宣传。作为当事人的妻子，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说一说。你搞错了，我不是当事人妻子。当事人妻子叫焕焕。哎，你们快坐坐坐，先喝茶，我把焕焕给叫出来啊。对对对，搞错了，我就叫我去叫嫂子。焕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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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起来了！帮咱的律师大老远到咱们家来了，别人家干坐着啊，快起来啊，快起来了。长全呢？长全去上狗棚了。啊！我去要钱回来以后，他就住牲口棚去了。我跟他说话也不搭理我，拿我当空气一样。行了，咱先不理他啊。人家律师说了，还要见当事人呢，我还得去找他。哦，你快起来，我给你烧点热水，你喝了醒醒啊，精精神神的，快起来啊！
喝一会儿，喝一会儿。哎呀，这一毛烧，一毛一两，比茅台好喝。哎呀，喝过茅台？咋没喝过？还真没喝过。你以为那律师给你打官司真不要钱了？那要不你嫂子跟那厨师？怎么还打人呢？妈，焕焕一会儿就出来了，我去把长全叫回来。啊，你们先坐，先喝茶，来喝茶。快把长全叫回来。哎，这家里啊，多亏了世红。是，嗯。我打死你啊！我，你给我打死你！我跟你说，我办点事儿吧。哎呀呀呀！别打了，什么事儿啊？别别别！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就是。哎，你说你俩是吃饱撑的吗？啊，能在一起喝酒打啥仗吧？打。哎呀，你看我肚里这娃都不乐意了。行了啊，你俩别打了。乡里乡亲的，有啥话不能好好说呀？打架能解决什么问题呀？就是的，你看这是啥？行，快走吧，这咋了这？啊，这咋了嘛？快走！这咋还打起人了？没事了，都走啊！好了，都走了，没事了啊，没事都回家吧。干啥呢？叔，门姐没事了啊，都回去吧。好，没事了，叔。好，没事了。长全，你这干啥呢？咋还动手呢？律师来家里了，走，赶紧回去吧。我不打官司。你不打官司了？长全，为你的事儿，咱是没少受欺负，没少跑腿，这节骨眼上了，你能掉链子啊？啊？你看那焕焕，天天在炕上躺着呢，一说律师来，呼噜噜噜噜都起来了。他为啥呀？他不是为你呀？走，回家。我不回。人家牛旺郎中，人家为你的事，你们不要管我。婵婵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焕焕到底咋了？咋了？回。妈，哎，长全回来了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郭律师。这你看，喝多了。没有，这是因为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。可以理解，是吧？醒醒啊，佳蓉！你快
儿洗洗了去，我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，伯娘。家王，你们几个快喊，快喊家荣回来，家荣回来，大声喊，快喊！求求他呀，长征！家娘，家荣呀，家荣！我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！家荣呀！哎呀，他们呀！你们到底把弟弟怎么了？到底把他怎么了？你们说！你们杀什么弟弟啊？你们到底把弟弟怎么了？你说你到底怎么了？我问你话了。没事，爷醒过来了。家荣，到底怎么了？世红，好了，快看看啊，家荣，没事，徐红。你确实，今天这事儿多亏了你。家荣万一要是有个啥事儿，我也就活不下去了。你这一下子救了我们母子两条命。哎呀，你说这万一家荣要是……家荣有福相，不会有事儿的。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冥冥之中，老觉着他爸在保佑他呢。其实好些时候吧，我对你都挺好奇的。我有啥好奇的？你看你啊，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，可是每天还能唱着出，笑着进，你怎么这么乐观？咋？你想看着我哭哭啼啼，耷拉着茄子脸呀？哼！其实我最想看到的你啊，就是你自己。哎，你想笑的时候就笑，想哭的时候就哭呗。我不想哭，我也不会哭，我更不敢哭。那就剩下笑了。哎，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怕他？怕他不放心？我跟你说句话，你别不爱听啊。你看啊，这人吧，他走了就是走了。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呢，对走了的人，他是一种解脱。但最难的吧，是活下来的人。你看，这活着的人，所有的担子都得自己挑着吧。而且呢，这活着的人，还得背负着对过去的思念。你说是不是最难？你说的对，最难的。是活着的人。是啊，这有些事儿过去就过去了，该放下就放下，你说是不是？这话我听着耳熟，好像我拿这些话劝过长泉儿。是，这劝别人吧都好劝，没事儿得多劝劝自个儿，是吧？那我先走。嗯，走了。哎，
八兄我性命周全，这淮山富贵绝尽死全边，恶仇人此死后会有作官。哎，小朋友，你怎么不到前面去看戏啊？我想看看你们是怎么变的。我们是怎么变的？我们呀，就是先化厚厚的浓妆，然后穿上这漂亮的剧装，然后就上舞台演出了，就是这样变的。你这帽子能不能给我戴一下？哎，这帽子你可不能戴，这个帽子是我吃饭的家伙，这里面有技巧的，知道吧？那如果我也学戏，能不能给我戴一下？啊，你也想学戏啊？嗯。你喜欢戏曲啊？喜欢呀。你现在还小。我不过就是个子低而已，我年龄已经够大的了，我不好好吃饭。你还就是个子低，哎呀，那你要好好吃饭呢。那咱学这个戏曲是很苦的，要练功的，要八斤啊什么的，你不好好吃饭练功场你就受不了的。多苦呀。很苦很苦，反正我小的时候学戏的时候经常哭，八斤下药你能受得了吗？能。不过你长得可真漂亮，你要是学戏真的是一个小花旦的坯子。那是这吧，下一步团里要招一批学员，你要是真的喜欢戏曲的话，你可以回去给你爸爸妈妈做做工作，让他们带你来我们剧团考试。好，谢谢。不用客气，你回去给爸爸妈妈说一下，一定要让他们来带你来，你自己来我们不收，好吧？不用客气。看戏出吗？看啥戏啊？今天穿了这么大礼服还想看戏，还有心情看戏？是不是看着我没收拾你？弟弟今天要有个事儿，咋办？作业写了没有？写完了。你呢？写完了。写完了也不能看戏。到奶奶那儿找奶奶睡觉去。为什么佳慧能看呢？佳慧有他妈管呢。咋还要跟我顶嘴呀？去睡觉去。